来到这座，今天要说的是佛山。佛山是广东省三大城市之一，近年来发展很快，其 GDP 总值紧跟深圳和广州之后。2017年，佛山 GDP 总量逼近万亿 ，GDP 总量为9549.60亿元，同比增长8.5%，增速惊人，天时地利占尽，未来很有希望冲进广东第四座一线城市。地理位置十分优越，佛山与广州地缘相连，历史相承，文化同源，是广佛都市圈、广佛肇经济圈、珠三角经济圈、粤桂岑高铁经济带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在广东省经济发展中处于领先地位。佛山市总面积3875平方公里，县辖5个市辖区。禅城区、顺德区、南海区、三水区、高明区，佛山利用现代工业生产理念和科技手段，推动传统农业向观光、生态、都市、外汇农业转变，如今发展为中国先进制造业基地、广东重要的制造业中心，并创造其独特的佛山模式，使佛山制造享誉海内外。喜欢我们的视频就点击关注吧，下期再见。